我们这一辆伊苏苏 1.9 Blue Power D-Max 是去年才推出市场的，才 1.9， 但是可以带动150马力，这样小细细的车说有这样大的马力，在市场上是唯一的一辆，就是伊苏苏带来的。它的 Rotex 才60块钱一年，如果这个顾客用了20年，是它的 Rotex 才1200块罢了。1.9 我们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差不多有几百部了，每一个顾客都用得相当满意。